开一盒老婆饺，看它里面有多少。我今天还冷吃一下，就是你冷着吃也行，或者是咱们加热吃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之前的话都是加热吃的。你看它一码的大脚丫子，我好馋这一口呀，看咱能不能脱模成功啊。断了。嗯，好肥呀，好好吃，它里面黄，冷着吃了以后啊，我都不想热着吃了。嗯，它这黄的话就是沙沙的。嗯，它叫老婆饺啊，它也是鲍鱼螺。上次好多人评论跟我说，老婆饺里面有没有老婆？它的大脚丫子话就是可筋道啊，可厚实了，而且它吃起来不腥了。我这个头就比较偏大一点，哼。品质可好了，就老婆饺的话，到六七八月份啊，它出黄率的话可高了，而且它这黄的话，好好吃，嗯，沙沙面面的，要不要来一口？给，可好吃了，筋筋道道的，嗯，我吃一次冷着吃我就爱上了，看它一码大的大脚丫子，嗯。它的配料的话，就咱们自己在家做饭的一些调味料吧。我太羡慕在海边的人了。你看它是黄，我都感觉它的肉比它的壳要大，是不是好像一个小脚丫？